仲玉兰妈度有咩做啊？今次系嚟烧玻璃噶，烧玻璃工作坊有专人指导。再放入高温窑炉入边烧热，记住要 keep 住转啊！整到适当大细之后，就要帮玻璃开翻个口，用铁夹将大玻璃杯口撑到去想要嘅宽度。整完玻璃，顺便去炭埋茶啦。面积只有80平方尺，有茶饮又有天然食品杂货卖。店主家凡以数十款草本同埋香料，自己配搭出20多款独特嘅草本茶。我整草本茶嘅原因，因为花茶呢样嘢咧，就系个英文叫 wellness 啦，中文叫做养生花茶，即系好似两杯茶一样，对于我哋身体有唔同嘅裨益，有唔同嘅好处。咁南丫岛亦都有一个好崇尚天然啊，崇尚一个大自然嘅一个环境嘅地方啦。咁都希望人游客或者住喺度嘅居民嚟到呢个时候，都可以享受到唔同嘅花茶对自己嘅身体有唔同嘅裨益嘅帮助咯。店入边嘅杂货有趣又不失实用性。因為南丫島嘅居民或者嚟南丫島嘅遊客都好中意天然有機或者環保嘅一啲生活概念啦，咁所以我特登搜羅咗好多唔同類型呢啲類型嘅產品俾佢哋咧，可以迎合佢哋嘅需要。